停止监督经营者停止销售下架封存涉事产品，第一时间排查凯阳公司经营门店及进口销售情况，采取停止销售下架封存的措施，按规定程序将大连凯阳公司销售信息通报省内批发市、批发省市，对多拉多尔等南美白虾储存销售各环节进行再排查、再处置，全面掌握进货渠道、进货查验手续和销售事项，监督经销商停止销售封存涉事三家企业3月12日以后生产的冻虾，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对下架封存的冻南美白虾外包装、家禽、存放环境、销售环境等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，全部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